好，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直播的讲师，我叫施晨优。那我们今天会快速的用1个小时的时间来快速带大家认识什么是爬虫，然后爬虫可以干嘛。然后今天在后半段也会直接操作一只爬虫哦，就是一只我已经写好的爬虫来 demo 一下。如果我会写爬虫的话，我可以做到怎样的事情？我可以自动化的把一些我想要的东西把它下载下来，把文章下载下来之类的。好，那我们今天会用一个财经新闻的网站来做示范，这样子。那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可能再稍微等一下，看等一下有没有比较，在可能有一些人还没有进到这个直播哦，先跟大家互动一下，就是想好奇想问一下，今天大家为什么会想要来看这个直播？或是如果害羞不好意思打字也没关系，就是如果可能有很多人是你还没有学过程式语言，或是你刚好正想要去学一个程式语言，然后想说可以去转职当工程师或是你可能已经学一个程式语言，你可能学了 Python 之类的一个比较容易入手的程式语言，那你可能会想知道说学会 Python 之后，我可能可以干嘛之类的。哦，那网络爬虫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蛮适合练习自己写程式能力的一个技能。哦，所以今天会用一个比较快速1个小时的时间，让大家快速知道说，我如果学会爬虫的话，我可以练习到怎样的技能？那同时我有可能可以找到怎样的工作？哦，大概是这个样子。好，那先稍微来介绍一下我自己，大家应该看得到我的简报的画面，上面写的专长是我平常在工作的时候比较常会接触到的一些东西，就是其实也不止这些东西，只是比较常用到的是，比较常用到的是，我上面写的这些东西。再来就是我的一些经历，我之前曾经待过金融业，还有新创软体公司，那现在是在一家比较大型的软体公司，那我都是担任数据工程师这样子的工作，大概是这个样子。那我之前做过的一些专案跟爬虫比较有关的，大概是我曾经帮公司规划一个爬虫的架构就是资料要怎么从外面进到公司内部啊，然后有治安的问题的话，这个资料又要怎么进来，防火墙要怎么开通之类的哦。再来是还有 CI/CD 相关的流程规划，就是所谓的自动化的测试啊，自动化的部署大概是这个样子。哦，那么以上就是我个人的一些经历。好，然后稍微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直播的流程。因为今天只有1个小时的时间，所以也不会手把手的去带大家，不会真的手把手的去带大家写程式这样子，就是会比较快速的去操作一些我已经写好的程式。那也会介绍一下这些程式我是怎么做出来的，我怎么写出来的，大概是这个样子。好。好，那首先我们就开始先来认识一下，什么是爬虫？我问一下，现在大家是看得到我的画面的吗？有看得到那个，我现在是一个简报，然后它的标题是什么是爬虫？看得到的可以帮我打个一之类的。好，OK，OK，好，都看得到，OK，OK，好，那就没什么问题。好，那我们就先直接来介绍一下什么是爬虫可能很多人都有听过爬虫是什么东西那不知道大家对于爬虫这个技术大家对爬虫的印象是什么？对爬虫有怎样的了解？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自己已经写过爬虫，或是你想写爬虫的。可以稍微在那个画面上面打一下。
哦，让大家也知道一下，说，哎，各位来这边学爬虫，或是来想要来认识爬虫，是为了什么这样子？哦，或是你也可以，如果你比较不好意思，你也可以用私讯的，哦，也可以用私讯的方式让我知道。哦，那如果时间够的话，在最后我也可以回答大家的问题这样子。好，那基本上爬虫这个东西，吼，它就是透过程式语言，你去写一个脚本来操作程式语言，哦，去制定一些规则，然后让这一只程式可以对一个网站，哦，根据你所写的规则去做一些事情。哦，简单的说就是我假设我想要下载一些文章，哦，有一个可能新闻网站啊，或是旅游网站啊。就是有那种很多重复的文章，你看到一个页面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标题哦。那你平常在想要把这些东西下载下来的时候，你可能顶多只能手动的把滑鼠移过去，点一下文章的标题，然后把里面的文字都复制下来，然后再整理到一个文字档里面哦。但是如果你会写爬虫的话，其实这件事情是很简单的，你可以写一个自动化的程式，让这只程式自己帮你把你想要的东西全部抓下来，然后自动的存在。某一个文字档里面哦，大概是这样子的概念哦。爬虫可以做到这样子的事情，基本上就是自动化的帮你做一些比较繁琐、比较重复性的工作。哦，那爬虫其实不止可以让你下载资料，它同时还可以让你上传资料。这是什么意思呢？哦，就是基本上我们在写爬虫的时候，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就是在模拟人类浏览网页的一个动作。哦，我们平常需要把网页哦，我们需要把浏览器开起来，然后去输入一个网址哦，在输入网址，然后按下 Enter 的这个过程，其实我们的浏览器是会帮我们送一些资料哦，到对方的网页伺服器上面去哦。例如，如果你想要浏览 PTT 的话哦，其实你是有送一些资料过去的哦，你才有办法看到 PTT 想要让你看到的那个画面哦，大概是这个样子。好，那至于要怎么带这些资料给？在你的程式里面去把这些资料带进去，然后送到对方的网页伺服器呢？就是等一下我们在 demo 的时候也会稍微跟大家做一些介绍，哦，大概是这个样子。好，那再来，爬虫可以做什么事情呢？基本上，网络爬虫它就是透过 HTTP 的请求来截取到网页上面的一些资讯。哦，什么叫做 HTTP 的请求？简单的说，它其实就是我们在浏览网页。我们在浏览网页，我们网址前面会打 HTTP 哦。这种请求的方式，它其实就是在跟对方的网页伺服器，远方的一个网页伺服器请求，叫他给我一份文字档。什么文字档呢？就是所谓的 HTML。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HTML？我们平常可以看到一个网页画面哦。之所以可以看到一个网页画面，例如像这样子的一个网页画面。哦，其实它背后是一堆密密麻麻的原始码写出来的。哦，并不，程式看到的东西并不是像这种有颜色的图形化的界面，而是一大串密密麻麻的程式码或是原始码。哦，大概是这样。那我们跟网页伺服器要的东西，其实就是它背后的那一串原始码，借由那一串原始码来解析出我们想要的标题在哪里，哦，日期在哪里之类的。哦，大概是一个这样子的概念。哦，那最需要用到爬虫的情况，大概就是有大量的资料要爬取的时候，我们想要收集大量的资讯的时候，哦，这些资讯有可能会是重复性出现的，例如一个新闻网站啊，或是旅游文章之类的，你一定会看到一个文章列表，哦，那很多个文章的标题，它们的原始码通常都会是有规则的，哦，通常都会是有规则的。那我们在写程式就是要去。理解它的规则到底是什么样子，哦，去找到它的这个规则，把这个规则写进程式里面，透过回圈的方式，让我们去重复的把所有的文章都把它下载下来，哦，这样子的概念，哦，大概是这样子的概念。好，那这是我以前写的一只爬虫程式，这只爬虫程式就是我去伊林市人力银行去把某一些关键字的某一些关键字的像它的。它出现了职缺的资讯，把它爬取下来，哦，然后把它整理成一份 Excel 的文件，哦，然后我抓下来的东西大概就是工作的标题，然后这个工作是哪一家公司开出来的，然后它有哪些工作的内容，再来就是后面一大串
这个工作它可能会用到哪些技能哦，我就把它这样子整理出来哦。然后假设它会用到 Python 哦，下面表这个表格下面就会出现是一哦。那如果不会用到 Python，它就会是零，大概是这样子哦，大概是这个样子哦。可能画面有点小哦，这个可能画面有点小，不过基本上就是如果你想要手动的去整理出一份这样子的资料的话，你可能会需要花好几个小时，或甚至一天两天，你可能都没有办法把这一整份资料做好。但是如果你会写爬虫的话，这个程序基本上可能只需要一两个小时，就可以帮你把成千上万个工作子缺都把它抓下来，然后整理成一个 Excel 档。哦，大概是这样。哦，大概是这样。好，那接下来可能会有比较多人会好奇说，诶，如果我会写爬虫的话，我可能可以在工作上面有什么应用，或是我可能可以从事怎么样的工作？哦，基本上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我觉得其实很多跟工程师有关的工作，它其实都会用到爬虫的观念。哦，并不是说并不一定说你一定要不断的一直在写爬虫，并不是说你的工作一天到晚都在写爬虫，而是你的工作可能会常常需要去接触到一些跟写爬虫相关的知识。例如哪些呢？例如写爬虫需要程式语言嘛？任何一个程式语言其实都可以写爬虫，但是我们这个课程呢会以 Python 这个程式语言为主。哦，也就是说你这个课程上面你是可以练习到 Python 写 Python 的技巧的。哦，再来就是。除了写 Python 的技巧之外，你如果要把资料整理下来，哦，你想要把网络上面的资料整理下来，你同时需要具备一些比较基本的资料结构的观念，哦，例如你怎么把一些你要的资料整理到一个阵列里面，或是整理到一个 Python 里面的字典里面，哦，大概是这样子的概念。那整理好的资料，你要如何把它存进资料库？哦，那资料库又分成 RDB 和 NoSQL 这两种资料库，哦，就是你在做资料整理的过程中，你就会想说，诶，我的资料库可能会需要长什么样子，我需要有哪些栏位，你就会试着去把这些整理下来的资料，用你所认识的某一个程式语言里面的资料结构去把它做整理，然后把它储存下来。哦，大概是这个样子。哦，再来就是，如果你练习比较多的爬虫之后，应该说你写了够多的程式之后，你应该会开始慢慢发现你写的程式可能越来越大。那在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你就会开始去思考说，诶，我的程式万一太大只的话，哦，万一它要做的事情太多的话，我要怎么让这一只程式可以让别人看得懂？哦，或是说我以后再回来看这只程式的时候，我要看得懂，或甚至你可能一次要写好几只程式，那这好几只程式之间都会互相有一些交互作用，有互动。那我要怎么去分配哪些程式要做什么事情，哪些程式要做什么事情？那哪一只程式又是主程式？哦，就是你可以慢慢去培养对于整体的程式、整个专案哦，你要怎么去切割你的程式一个这样子的观念。哦，再来就是你同时在写爬虫的过程中，同时还会培养一些 HTTP 的观念。哦，HTTP 有关的东西有包含到很多很多东西，就是像我刚刚前面讲的，爬虫是可以上传资料的。哦，那在我要上传资料的时候，我身上可能需要带哪些跟我的身份有关的东西？这些东西是要写进程式语言里面的，哦，是要写进我们的程式里面的。哦，那这个既有这些观念，除了可以写爬虫，还可以干嘛呢？还可以去操作别人提供的 API。哦，这个就要牵扯到资料工程师，他比较常遇到的就是你可能会需要去操作别人的 API，或甚至你要写一个 API 给别人用。哦，API 简单来说就是别人可能可以提供你资料，哦，但是你不需要知道他这些资料到底是怎么产生出来的，你也不需要去做任何运算，你只要给他一些输入值，他就可以把相对应的输出值给你，大概是这样子的感觉。哦，就有点类似你去操作一个别人写好的函数给你的概念。哦，那你要去操作别人的函数的时候，你首先也需要上传一些东西给对方嘛。哦，例如你可能要上传一些你要哪些资讯的这些参数，哦，或者是你的身份的参数，大概是这个样子。哦，再来就是资料工程师常常也需要做一些资料处理。那资料处理，任何一个程序员都可以做资料处理，但是爬虫练习到的资料处理呢，就是你把一些网络上面的东西抓下来之后，它是比较没有结构性的。你要怎么把它处理成比较有结构性的一些资料，并且把它储存下来？哦，大概是这样子的感觉。哦，再来就是程式方面的架构，就像刚刚前面说的运维的部分。哦，就是你在
当工程师的过程中，你一定会需要去好好的规划你的程式哦，到底哪些程式，到底哪些哪哪一支程式要负责哪些事情哦，然后你要怎么跟你的专案团队里面的人去做分工哦，大概是这样。哦，再来就是可能有一些人还会想要去做资料分析师哦，那资料分析师的范畴其实蛮广的，就是基本上只要那一家公司有资料哦，它可能是电商啊。哦，或是可能他需要做舆情分析啊，或是他需要做广告之类的，他都会有一些资料需要你去分析。那你要去分析资料，你首先就如果你要比较有效率的去分析资料的话，你会一门程式语言，会是对你的工作效率会有很大的提升。哦，大概是这样子，哦，大概是这个样子。好，接下来就要直接来进入。我们的一个范例的展示，哦，那我们等一下要用的这个范例呢，会是这个国际财经新闻网，我的一个这样子的网站。那我等一下会做什么事情呢？我等一下会操作一支程式，把这个网站的它的那个头条新闻的这个页面上面的文章全部把它爬取下来。哦，我会把日期。还有文章的标题，还有包括这每一个标题，它其实都是可以点进去的。点进去之后，都会是一篇文章哦。我会把里面的每一篇文章都把它爬下来。我、哦、那爬下来之后，我会把这些文章都把它储存下来。哦，每一篇文章用它的标题来当做它的文字的名称，用它的标题来当做它的档案的名称，这样子。然后接下来还会做一件事，就是我既然都把文章爬下来了，我可能会对今天的这些头条新闻他们在讨论什么东西感兴趣，所以这个时候我会用一个叫做结巴的套件来进行断词，哦，把这些文章都把这些文章里面的一些我想要抓下来的词汇都把它抓下来，然后把它制作成一个文字云，哦，就像简报上面所秀出来的这个样子。哦，就可以从这个文字云上面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有一个很大的字叫做美元，哦，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这今天的头条新闻讨论的东西跟美元可能有关，哦，大概是这个样子。好，那我们就直接来进行这个 demo 的部分，哦。好，那在进 demo 之前，哦，到目前为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哦，就是我现在看一下大家。发表的一些意见，哦，不知道有没有东西，我现在可以马上回答的。我刚刚看到上面有人说想爬一些资料，把它转换成自己的 API 给 Google 视算表去做使用。这个基本上是做得到了，Google 视算表应该有提供它的 API，你应该是可以把资料整理完之后，然后去看 Google 视算表它的 API 要怎么去使用哦。就照理说是写得出来的哦，大概是这样。不过 Google 视算表 API 因为我自己没有用过了，不过也看过别人的文章它是有提供一些 API 可以去使用的哦，大概是这个样子。哦，有人问到说，在爬虫的时候，偶尔会看到网站声明说禁止机器人的行为。确实，不得不说，爬虫这个行为，其实，我个人觉得它有点游走在法律边缘。你也不能说它违法，但也不能说它真的就是可以很理所当然的存在。就是基本上我们在写爬虫的时候，要有一个观念，就是所有的网站都不欢迎爬虫。为什么？因为爬虫其实，简单来说，它就是一种在攻击别人网站的一个行为。哦，就是我们在我就像我们平常在浏览网页的时候，我们就算是开一个浏览器，我们只要输入一个网址，然后进入到这个网站，其实就会造成这个网站的一个流量。那爬虫更容易造成一个网站的负担，就是因为爬虫是程式在做嘛。程式你可以写一个回圈，让它非常快速的执行。所以对于一个网站来说，你程式写出来的东西，你程式用在一个回圈一直对一个网
一直对一个网站进行请求的情况下，它有可能就像是一秒钟丢出几百个、几千个请求，就有点像你一秒钟之内在浏览器上面输入一个网址，然后对这个网址按 Enter 100次，大概这样子的感觉，哦，有点像是这样。哦，那如果很多人在写 Python，或者说你今天需要非常大量的资料，然后你为了赶，你因为想要赶时间，所以你让这个爬虫，你可能写了好几只爬虫，同时去对一个网站进行爬取的时候，这个网站有可能就会，他会也想要保护自己啊，所以他有可能会把想要他有可能会直接把你这个 IP ban 掉之类的，哦，是有可能发生的，哦，所以通常我们在写爬虫的时候，会比较建议说，尽可能去看看这个网站它有没有提供其他的方式，让你可以取得资料。例如有一些网站它是会提供 API 的，哦，它不希望你直接去爬它的网站，它会另外提供一个 API 给你，跟你说，哎，如果你想要哪些资料，我可以提供给你，你就读取我这个 API 就好。然后你跟我说你要哪些资料，我给你。哦，那当然，它这个 API 应该不会把所有的资料都给你啊，但是应该可以满足你一部分的需求。哦，大概是这个样子。哦，然后有人问说深度爬虫的定义，其实我不太知道什么叫做深度爬虫，就是，对，大概就是这样。哦，然后再来是下面有人问说，能不能示范一下 API 的使用？其实等一下我就会操作一个 API 的使用。哦，就是基本上我们在爬虫的时候，通常都是在找到别人网站上面的 API 啦，就是哪一个 API 是我们可以去使用的。哦，那等一下也会来介绍一下，这个新闻头条新闻，这个财经新闻网，哦，它的 API 在什么地方？它其实没有直接提供 API 啦，但是是有办法找到它所使用的 API 的。哦，大概是这样子的感觉。哦，大概是这样。好，那有人说看不到画面。看，我现在在那一个哦，那个财经新闻网。哦，有人问说 API 是什么？有看到画面，有看到画面吗？哦，应该都看得到画面哦。就是，API 基本上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函数，虽然说它不见得是一个函数啊，就是你就是像是一个黑盒子，然后它你可以跟一个有功能的盒子，哦，一个有功能的盒子，然后这个盒子可能是一个可以提供你一些服务的盒子，例如，假设我输入一，我就可以从这个盒子里面取得第一篇文章；我输入二，我就可以从这个盒子里面取得第二篇文章。大概是这样子的感觉，就是你只需要知道这个黑盒子的使用方式是，我只需要输入数字，哦，那我可以取得什么东西？我可以取得我要的文章，大概是这样。那这个黑盒子里面做了什么事情，你不需要去管它。哦，API 的概念有点像是这样，哦，API 的初衷有点像是这样。那API 的全名叫做 Application Programming，应该是 Programming 吧，P Programming，然后 I 是 Interface，哦，就是应用程式的一个界面哦，就是应用程式和程式之间的界面，大概是这样子的感觉，哦，大概是这样子的感觉，哦，那 API 的形式其实可以有很多种啊，那基本上我刚刚说的它就是 API 的一个流程，哦，API 的一个流程。好，那我们等一下在操作的时候也会带大家看一下这个财经新闻网它的 API 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哦，大概是这样。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来爬这个财经新闻网。好，那首先我们进入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有人需要这个网址吗？哦，有人需要这个网址的话，可以请小编帮我贴一下这个网址吗？哦，或是你直接输入那个财经新闻，应该也可以找到这个网站哦，大概是这样。好，那首先我们进来到这个网站的时候，首先我们第一步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假设我想要把
我想要把这个头条新闻哦里面的所有的文章都把它下载下来。先不要下载文章，我们先下载所有的标题就好。我们先下载所有的标题就好。然后这上面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有很多个标题。你可以一直按下一页，你可以看到它有很多个标题。哦，它这里有100篇文章这样子。哦，那如果说我只想要用手动的方式，哦，用手动复制贴上的方式去把这些标题都把它复制下来，我就需要重复做100次嘛，我需要花很多的时间。但是如果我会写程式的话，我会写爬虫程式的话，我要怎么把这些东西都把它下载下来呢？哦，首先我们必须要知道说，我们人类是怎么看到这个页面的？哦，我们人类怎么看到这个页面的？就是我输入这个网址，按下 Enter，我就可以看到这个页面嘛。好，我输入网址，按下 Enter，我可以看到这个页面。同理，程式也要做这件事情。哦，你要把某一个网址，你要把某一个网址写进某一个程式里面，让程式来帮你做这个按下 Enter 的这个动作。哦，但是程式跟我们人要看的网址其实不一定一样。哦，以这个财经新闻网为例，程式要看到的网址跟我们人看到的真的是不一样的网址。程式要看到的网址在什么地方呢？在一个叫做开发人员工具的东西里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这个东西？就是如果你是 Windows 的电脑的话，你可以按一下 F12，应该会出现一个这样子的框框。如果你是 Mac 的电脑，你可以按一下 Option Command 加 I，它也会出现一个这样子的画面。好，那你把这个画面点出来之后啊，你按一下重新整理。你可以按一下重新整理，你会发现这边出现超多东西哦。你会发现这边出现很多东西，这些东西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人类跟网页伺服器之间的互动哦。应该说浏览器跟网页伺服器之间的互动哦。浏览器跟网页伺服器之间的互动，浏览器本身也是一个只看得懂程式码的东西，它也只看得懂原始码、程式码哦。所以浏览器跟它做这些互动去取得文章的时候，它用的是哪一个网址呢？他用的其实是这个网址，哦，他用的其实是这个网址，好，我这边直接快速带大家操作一下这个网址，程式看到的是什么东西？你可以把这个网址复制一下，哦，然后到一个新的页面把它贴上，你会发现这边出现一大堆密密麻麻的东西，看起来有点像乱码，可是仔细一看，你又会觉得这些东西好像看得懂，好像在这个页面有出现过。哦，基本上程式看到的就是这些东西。哦，程式看到其实是这些东西，只是我们浏览器有把这些东西呢，把它变成我们看得懂的这个文章标题的样子。哦，大概是这样子的感觉。哦，大概是这样子的感觉。哦，所以我们如果要写这个财经新闻网的爬虫的话，我们首先要写一只程式来对这个网址提出请求，然后来取得这一大串资料。再从这一大串资料来取得我们要的文章的标题，哦，大概是这个样子。好，那这个行为在程式里面会长什么样子呢？哦，大概会长这个样子。好，我这边只是比较快速的操作。哦，今天的目的主要是让大家认识爬虫这个东西，让大家知道爬虫大概可以干嘛。哦，大概是这个样子。哦，我这边做了什么事情呢？哦，首先我要去对这个网址提出请求。哦，那我在提出请求之前，我要先制作一些类似像身份资料的东西，哦，就是一个 headers，哦，这个是我们平常在对一个网页伺服器提出请求的时候，我们身上一定会带的东西，哦，你平常在浏览网页的时候，用浏览器浏览网页，你身上也会带这个东西，带在什么地方呢？哦，浏览器它自己会帮你带，Google Chrome 浏览器它自己会帮你带，哦，它其实会带在。哦，它其实会带在下面这个地方。哦，这个就有点像是我们的身份证的感觉。哦，所以我们在写程式对一个网页提出请求的时候，我们身上也要带着这个身份证。哦，然后带着这个身份证去对一个网页提出请求之后呢，我会得到一个回应。我会得到一个回应。这个回应里面有什么东西呢？哦，这个回应里面就是。我们刚刚在那个页面看到的这一大串，哦，这一大串密密麻麻的文字，哦，大概是这样，哦，大概是这样。
好，那接下来我就是要从，哦，我就是要从这些文字呢，去把我要的那些标题呀、日期啊，都把它拿出来。哦，大概是这样，哦，大概是这样。哦，有人说用 Firefox 找比较容易，比较看得懂。诶，确实，哦，我大部分还是用 Google Chrome 啊，不过 Firefox 也蛮推荐的，这两个浏览器都蛮容易看懂的，哦，都蛮容易看懂的。哦，大部分写爬虫的人应该也会是用这两种浏览器在写，哦，大概是这样。主要是要看，主要我们因为主要我们要看的东西就是这些东西啊，就是浏览器在我们对一个网页伺服器提出请求的时候，浏览器会自动在我们身上带一些东西。哦，那这些东西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程式不会自己帮我们带，我们要自己带。哦，我们是要自己带的。哦，大概像这样。哦，大概像这个样子哦，我是自己把这个身份文件把它输入上来嘛，哦，大概是这样子的感觉。好，那当我取得了这个回应之后，我要怎么把这个回应把它变成我想要的那些整理好的文章标题和日期呢？哦，就是这其实是一种叫做 JSON 的资料格式，哦，一种叫 JSON 的资料格式 JSON，这种资料格式呢，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个类似像 key value 的一种资料的格式，就是你对它输入一个 key 之后，它会给你一个 value，大概是这样子的感觉，哦，大概是这样子的感觉，哦。如果还没有学过任何程式语言的同学，可能会比较没有办法理解这个东西，哦。不过如果已经有学过 Python 的同学，这个就是 Python 里面的字典，哦，dictionary，哦，大概是这样，哦。所以我可以从这个字典里面去把我要的东西取出来，哦，借由一个回圈把我要的东西全部取出来。哦，大概像这个样子。哦，我这个部分就是写一个回圈，去对这一笔 JSON 的资料呢，来进行一些处理，把我要的，这个文章发布的日期，还有它的文章的标题，把它取出来，然后再把这篇文章它的网址也取出来。哦，大概是这个样子。好，那文章的这个日期和文章的标题都可以在这个页面上显而易见的看出来。那它的网址在什么地方呢？哦，它的网址在什么地方？在讲这个东西之前，哦，在讲这个网址之前，我们要首先要先去看一下，每一篇文章它的网址大概长什么样子？怎么看呢？就直接点进去嘛。哦，我们可以直接点进去看它网址大概长什么样子。哦，它网址长这个样子，它网址长这个样子，哦，它网址长得很长，那我是怎么去取得这个网址的？哦，其实它的网址的资讯也包含在这一大串资讯里面，哦，这一大串资料里面，它的网址呢，其实就是每一个这种资讯，它每一篇文章。它每一篇文章大概是会像是一个长得像这样子的资料，哦，它每一篇文章会是一个长得像这样子的资料，哦，然后它有其中一个栏位就是记录网址的资讯，哦，它网址的资讯记录在这个地方，哦，它网址的资讯记录在这个地方。那我怎么会知道这个东西跟网址有关？哦，就是观察出来的，哦，这种东西只能观察出来，就是每一个网站你在爬虫的时候都要去观察它的一些规则。它的网址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到底要怎么去组合出它的网址？哦，所以我观察出一个什么规则呢？就是这一段字串，它其实会出现在网址的最后面，这里。哦，它会出现在网址的最后面。哦，然后前面的东西都会是一样的。哦，它前面的东西都会是一样的。哦，大概是这样。哦，大概是这样。哦，所以我的程式码这边是怎么把网址弄出来的呢？就是，哦，我这边宣告了一个变数，就是用来存放网址的。我把这一段固定的网址呢，把它打上来，然后在这边，哦，这边给它一个 format，一个 Python 里面的 format，把刚刚我在 JSON 里面看到的那一段文字，把它 format 进来。这么一来，我就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网址。哦，大概是这样。哦，大概是这样。那我们也可以点点看这个网址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嘛？哦，我来点点看，哦，你会发现，哎，应该是对的哦，哦，应该是对的哦，它的标题是这样子嘛，然后我点进去是这篇文章，哦，那就没错，哦，大概是这个样子，哦，大概是这个样子，
哦，这么一来，我们就完成了这只爬虫的第一步，哦，就是把文章的标题还有它的发布时间，以及每一篇文章的网址都把它截取下来。哦，那有了这些东西之后，接下来我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把我刚抓下来这些东西，把它整理成一个比较好看懂的东西，哦，比较好看的东西，哦，把它整理成一个表格，哦，这个时候我们会用到一个叫做 Pandas。哦的套件哦，它是一个专门用来处理表格这种类型的资料的一个套件哦。那处理出来之后，它大概会长得像这个样子哦，它会长得像这个样子哦，这样就比较容易观看嘛，就是日期，然后标题，然后这篇文章的网址哦，大概是这个样子哦，大概是这个样子好，到目前为止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那。我把这些东西抓下来之后，那接下来我还会对一件事情有兴趣，就是我能不能把每一篇文章它的内容都抓下来？我能不能把每一篇文章的内容都抓下来？其实是可以的哦，就是假设我想要把每一篇文章的这些内容啊都把它抓下来，我要把这些内容都抓下来。我要抓文章的内容的话，首先我需要知道文章的网址嘛，文章网址在这边。我们刚刚前面也取得文章的网址了。好，那接下来就是我要写一支程式来对这个网址提出请求，哦，进而让这支程式可以看到这一整页的源代码，哦，让这支程式可以看到这一整页的源代码。那看到源代码之后，我们要怎么把文章的部分取出来呢？好，这边我们来看一下哦，就是我们等一下会对一个文章进行请求，哦，这边我写一个测试的。部分就是我在对随便一篇文章进行请求，哦，我在对随便一篇文章进行请求，哦，那在请求的时候呢，在请求的时候，这边我先把它贴到下面来，这边这一步是用来请求的，哦，这一步是用来对文章进行请求的，哦，请求完之后呢，我会取得一个这个网址，文章的网址给我的回应。我什么回应？就是网页的原始码，哦，我会得到网页的原始码，哦，这样子，哦，我会得到这些东西，哦，我要的文章会在这一大串密密麻麻的文字里面，哦，然后我要怎么把文章的部分取出来呢？哦，我要怎么把文章的部分取出来？哦，这个时候我们又要再回到 Google Chrome 可以很好的帮我们解决这件事情。就是我可以直接点选开发人员工具里面的这个 element，我可以直接看到这个页面它的原始码，我可以直接看到这个页面的原始码。再来，我可以从这些原始码里面去把它文章的部分，哦，去把它文章的部分把它抓出来，例如像这个样子，哦，我可以去看它文章到底是放在哪一个 HTML 的标签里面，哦，大概是这样子的感觉，哦，大概是这样子的感觉。然后再去把每一篇文章把它定位出来，哦，把每一篇文章定位出来，要怎么定位呢？要透过 HTML 的这些标签，哦，来定位，我要透过这些东西来定位。好，那我在程式码这边，我在这支程式里面，我是怎么去定位这些东西的？哦，我这边只是在测试一篇文章，我要怎么把它抓下来？哦，首先我会先把这个上面抓下来的这些东西，这一大串的字串。哦，把它转成一个叫做 Beautiful Soup 的型别，哦，就是 Beautiful Soup 是在 Python 里面，我们如果要用来爬虫的话，要用来处理 HTML 的资料，很好用的一个套件，哦，然后把它变成 Beautiful Soup，把它转换成 Beautiful Soup 之后呢，我就可以对它里面的标签结构进行定位，好，哦，我可以对它里面的标签结构进行定位，那我这边已经定位好了，就是这个是就是在这个原呃。在这个原始码里面找到的一些要定位的资讯，哦，我现在就不花时间去找，因为这个也是需要花一些时间去找的，哦，大概是这样。好，然后你把它定位出来之后，你可以得到一个什么东西呢？哦，这边，哦，我们可以得到文章的部分，哦，我们就可以得到那篇文章的部分，大概是这个样子，哦，大概是这个样子。好，那基本上我们在写爬虫的时候啊。通常都会去找它的规律，哦，这个其实就是所有文章的规律，每一个标题它相对应的文章的规律，哦，都在这边，
哦，它的规律在这边，哦，这边可能会有很多同学没有，已经没有办法跟上了。就是如果你没有，可能刚开始学程式语言的话，你可能这边已经没有办法，可能听不太懂了。基本上，我在到目前做的事情就都是在找某一个网页里面的规律。哦，那写程式基本上就是写爬虫程式，基本上就是一直在找规律，哦，一直在找规律。那今天碍于时间的问题，所以也没有办法太深入的跟大家说这个规律到底怎么找出来的。好，那既然找到一个规律之后啊，接下来我就要用回圈的方式去把每一篇文章套用同一个规律。好，在这里我套用同一个规律去把文每一每一个标题它相对应的文章都下载下来，然后我要把它存在一个资料夹里面。哦，大概是这样子。哦，它需要跑一阵子，因为它有100篇的文章要抓，哦，可能需要等个几秒钟吧。好，然后抓完之后，它就会出现在我建的一个资料夹里面。哦，我刚刚也是写程式去建了一个资料夹，我写程式让它自动帮我建一个资料夹，然后把每一篇文章，哦，把每一篇文章。用它的文章标题当做档案名称把它存下来哦，例如像这篇文章，哦，它的文章内容就全部都在里面了哦，大概是这样，哦，大概是这样，好，那接下来我把所有的文章都抓下来之后，我会对什么东西有兴趣？文章都下来了嘛，我应该会想要知道这些文章到底都在讨论什么。哦，我会想知道这些文章都在讨论什么，所以这个时候有一个叫做结巴的套件。哦，就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做到这件事情。哦，它可以，它是一个专门用来为中文的词汇进行断词的东西，就是在一整篇文章或是一大串文字里面，哦，哪些东西算是一个词，哪些你要怎么去分段它才算是一个词。哦，这个套件可以自动帮我们做到这件事情。哦，好，那我这边做的事情就是把每一篇文章都读进来，好，我把这里的每一篇文章都读进来，然后把它进行断词之后，我去统计出每一个词它出现的次数，好，我去统计出它每一个词出现的次数，哦，这个时候我就会得到一个像这样子的东西，哦，就是例如像这边新台币出现了14次，哦，美元出现了491次，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统计的一笔统计的资料，哦，大概是这个样子，哦，大概是这个样子。好，那做到这边我觉得还不满足啊，我想要让这些东西看起来可能更直观一点，或是更好看一点，哦，让它可以一目了然说，哎，我可以，一目了然，就是我可能可以直接透过看一张图，我就知道这一堆文章它到底想要表现的是什么东西哦，大概是这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到所谓的文字云，哦，我们可以用到所谓的文字云哦。文字云其实就是 Python 里面在画图的一种技巧啦，就是它其实也是靠套件来完成的。我们并不需要那个手动自己去刻这些东西哦。Python 有很多人，制作了这些套件，让我们可以很快速的去画出一些图哦，可能画出文字云之类的哦。那这些就是要用来做出文字云要用到的一些套件哦。那我们在做文字云之前呢，大家应该有还记得刚刚在讲义上面这边有出现一个台湾形状的一个文字云哦。为什么它会是台湾形状哦？就是这个图也是我事先先准备的哦，就是。我事先准备了一张这样子的图，哦，我事先准备了一个这样子的图，哦，大概是这样，哦，就是你可以自己去找你喜欢的图啦，然后让你的文字可以排列成你的图的样子，哦，大概是这样，哦，然后我就用这张图呢来进行一个遮罩，让这些文字可以根据这个图的有颜色的部分来进行排版，哦，大概是这样，哦，大概是这样，哦，然后做出来之后呢。程式码写完之后，就可以让它执行。执行之后，它这边就会直接输入一个这样子的文字哦，这样子的文字。哦，有人问说有录影记录档吗？这个要问一下小编哦。小编说有，是不是？好，OK，那就没问题。好，
哦，那这么一来，我就可以输出一张这样子的文字云的图。哦，那这张图是会你我是有把它储存下来的哦。这张图我把它储存下来在这边。哦，所以我可以在我的档案里面看到一张图，这里。哦，它就大概就长这个样子。哦，大概就这样。哦，大概是这个样子。哦，这么一来，哦，我们就做了一只算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爬虫，就是我把我要的文章的标题啊，还有它是哪一天发表的文章，把它整理出来，然后把每篇文章也把它储存下来。最后我再把文字的词汇的出现的那个数量的统计，把它做成一张图哦，一张比较直观的图，这样子的感觉。哦，就是如果你会写爬虫的话，你是有办法去自动化的做到这件事情的。哦，那你有可能还会对这件事情不满足哦，就是我现在只有抓，我就这样执行一次就没了哦，就是我可能想要每天都让它可以自动化的去输出一张图，哦，这其实也是可以做得到的哦，就是你可以去做一些看看你的电脑是 Windows 还是 Mac 之类的，哦，基本上你是可以去排程让它自动帮你执行这一支程式哦，然后把每一天的文字云都输出来，那。可能有人会想说，诶，我只想要今天的啊，哦，因为我刚刚抓的资料有好几天的嘛，就是它的头条大概是一个礼拜的资料量嘛，大概是一个礼拜的资料量，我就想说，诶，我只要今天的啊，能不能只拿到今天的资料，我只要过滤出今天的资料，哦，这也是可以的哈，这也是可以的。例如说，我想要过滤出。今天10月13号的，哦，我想要过滤出今天10月13号的，这个也是可以透过写程式来自动帮我们过滤出来的。哦，怎么做呢？我们会需要用到 Python 里面的一个叫做 time 的函数。哦，我快速的写一下哦，要怎么去过滤出这个东西哦？我先看一下，哦，这样就可以产生出今天当下的一个日期，哦，那有这些东西之后呢，有这个东西之后，接下来我要把它放进我刚刚上面输出来的这一份表格里面，我要去把这个东西过滤出来。哦，大概是这样。哦，这么一来，我就可以过滤出，我就只有这边就只会留下今天出现的文章，哦，大概是这个样子，哦，大概是这个样子，这个就是我们在写，如果我们会写爬虫，或应该说我们如果会写程式，加上我们会一些我有一些爬虫相关的知识的话，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哦，大概是这个样子。有人问说今天爬虫程式码档案会分享出来吗？这个可以分享啊，这个可以分享。我晚一点会把它，晚一点我会把它上传。我等一下我把它上传了，然后会提供大家一个网址这样子。好，那我们的范例大概就展示到这边。哦，就是快速展示一只爬虫可以做到怎样子的事情。哦，大概是这样。好，那接下来我们范例结束了，就是快速的让大家知道爬虫可以干嘛，然后它基本上就是可以让你去练习到很多写程式的技巧哦，资料要怎么进行处理，还有一些我要怎么把资料丢到网络上，让网页伺服器可以把相对应的资料回传给我，大概是这样子的感觉哦。所以接下来如果大家对爬虫有兴趣，或是大家想要增强一些写程式的观念，或者处理资料的技能的话，因为我自己也有在伟域 T8Me 上面上架那个爬虫相关的线上课程，所以这边稍微介绍一下我这个课程，就是这基本上是我在这个课程当中会算是会手把手的带大家去写出5只爬虫，那这5只爬虫都有不一样的技巧需要去学习。那首先当然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网络上面查过爬虫这个东西，应该有很多人，有很多，其实网络上有蛮多教学，它上面都会直接用 PTT 来当做教学。哦，PTT 确实是一个对初学者来说最入门、最好学习爬虫
对初学者最友善的一个网站哦。所以我这个课程当然第一个要带你入门的网站会用 PPT 哦来做介绍。好，再来就是PPT 算是最简单，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要透过去寻找别人网站的 API，把资料丢过去，进而取得我们要的资料。这个时候会有一个叫做政府采购网的一个网站，哦，它就会需要用到一些比较稍微进阶一点点的爬虫相关的技巧来进行爬虫。好，那再来就是会教大家如何去使用 cookie 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cookie，比较常听到 cookie 的地方应该会比较像是有一个网站，他会问你说你有没有满18岁啊？你按下确定之后。你之后再进来这个网站，他就不会再问你有没有满18岁，哦，那就是因为他在这个网站在你身上绑定了一些 cookie，哦，那所以在这个课程当中也会教大家 cookie 要怎么去使用。好，那再来是前面都是在讲静态网页的部分，再来会带大家操作所谓的动态网页。那动态网页有两个例子，一个叫做 TechOrange，一个叫 Dcard。这两个动态网页它去取得它的资料的方式有点不太一样。哦，就是比较常见的两种动态网页去取得资料的方式。那简单来说，它也是要去想办法找到网页伺服器所提供的 API，让你可以去取得资料，大概是这个样子。那这个基本上就是我的线上课程的一些会教大家的东西。好，那除了这些东西之外呢，就是在带大家做这些实作课程的同时，也会顺便带一些算是写程式的技巧，还有处理资料的技巧，哦，大概是这个样子。好，到目前为止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那如果大家对这个课程有兴趣的话，就是可以输入这个可以进入这个课程连接，哦，这边有 QR code，还有小编也有在聊天视窗上面有贴那个网址，哦，那个是我的线上课程的网址，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哦，上面也有那个有一些可以先试阅的影片可以先看，哦，大概是这样。好，那在这个课程当中啊，基本上我会用5个实作，实际的手把手来带大家去写程式，然后。会在写程式的过程中呢，去一段一段程式码去解释，让大家知道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写程式，哦，我是从哪里得到的资料，为什么程式上面要带这些资料，然后一步一步的带大家去取得自己想要的资料，再来就是把资料整理好，储存资料，方便后续这些资料的再利用。好，那透过这个爬虫的课程呢，你可以学到如何爬取资料、整理资料，然后培养比较好的一些写程式架构的一些观念，然后可以为你未来如果想要成为一个工程师去打下一些基础，哦，大概是这个样子。好，那今天有那个优惠哦，就是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再去，如果想要支持我的课程的话，可以输入这个那个优惠码哦，就是可以有85折的优惠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好，那接下来就进入最后 Q&A 的部分哦，就是这边欢迎大家来问一些问题。
有人问说，如果网站上面的 HTML 标签标示不统一，该如何解决？一般来讲，如果就以今天的例子，如果你要爬的东西都是同样类型的东西，例如它都是标题，照理说它的标签，它的标签名称应该会是一样的，就是它所有的标题应该都会是放在同样的标签里面。那你说会不一样的东西，有可能是它标签里面的一些标签里面的一些属性有可能会不一样。这个时候如果通常我们在定位标签的时候，通常会同时用标签和属性来定位，因为这样会比较精确。但是如果说这个属性它每一个标题的属性都不一样的情况下，那我们可能可以退而求其次，就是去定从它比较外层的标签来去定，然后再慢慢的一层一层找进去，就是先把一些不要的标签先把它过滤掉，大概是这样子的感觉。有人问说，Excel 里面你是想要让它自动在 Excel 里面出现图片之类的吗？我其实没有在 我没有在 Excel 上面直接让它出现图片过。不过照理说，应该有一些，应该有一些套件是有支援这一件事的。哦，应该是可以找到，因为任何程序语言都有。然后例如说，你可能想要把某一些表格把它合并起来，或者在某一个表格里面放入一些东西，照理说它都是可以做到的，哦，它是可以做到的，哦，这个可能就要去稍微上网查一下，看有没有相关的资讯，哦，不过我蛮确定有这方面的 API 或是套件可以用啊，因为我有看别人做过，哦，大概是这样。有人问说，用 Scrapy 来爬和用 BS4 来爬有差吗？应该说看看你要爬的东西啦。就是因为 Scrapy 其实算是一个有别人帮你把很多东西包好的一个爬虫的套件。就应该可能对于一些结构比较简单的网站来说，用 Scrapy 可能会很快。就是你可能写过一只之后，你要再去写其他网站的爬虫的话，你可能可以直接拿前一只来快速的去改一下，你有可能可以快速的去爬到你要的东西。那如果当你说你用 Scrapy，它可能这个网站可能太复杂的情况下，你可能可以用一些比较土法炼钢的方式，就是用 BS4 直接来爬，哦，大概是这个样子。我觉得套件之间没有好坏之分，就是看你什么时候有怎样的需求，就依照你的需求，你觉得哪一种东西让你写起来可以比较快速哦，你就用哪一种东西哦，大概是这样。有人问说，如果爬虫爬付费的平台会不会有法律问题？如果你真的破解它的付费的模式的话，你真的破解的话，那一定会有法律问题。哦，但是通常需要付费的平台，通常应该没有那么容易爬进去了。就是或者说你付费之后，他可能会提供你一些 API 让你可以去用之类的。哦，或者说就基本上就是看他有没有提供 API。哦，基本上爬我个人觉得爬虫算是有一点游走在法律边缘的东西啊。就是你如果真的要写爬虫的话，就是要去爬别人网站，就是记得当一个有礼貌的爬虫嘛。就是你不要去写一大堆子程序，或是同时开好几只程序去爬同一个网站，不要去造成别人太大的负担。哦，大概是这样。好，那如果大家没有问题的话，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好，那接下来就是最后这边，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帮我填写一下这个，
问卷哦，然后你可以扫这个 QR code 进去，那填完问卷之后就可以拿到那个今天的讲义这样子。好，那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支持到维育的平台去支持一下我的课程。那维育上面也有很多其他的很不错的课程哦，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支持一下。维育上面其实蛮多那种跟工程师有关的课程啊，哦，有兴趣都可以去看一下。好，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结束，好，谢谢大家。